刘诗诗和吴奇隆是娱乐圈的一对神仙眷侣，两人在拍摄《步步惊心》时相恋，不顾17岁的年龄差，于2015年结婚，2019年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从外界看来，他们是一对恩爱甜蜜的夫妻。吴奇隆更是被誉为宠妻狂魔，为刘诗诗做了很多让人羡慕的事情。但是这段时间有媒体曝光了两人的近况，却让人感到惊讶和担忧。原来刘诗诗在复出后忙于工作，身材消瘦，状态不佳，而吴奇隆则在台湾过着悠闲的生活，享受家庭和事业的双丰收。两人的差距如此明显，让人不禁怀疑他们的婚姻真的幸福吗？其实如果仔细回顾两人的恋爱和婚姻历程，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分歧，而这些问题和分歧可能源于吴奇隆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观念，以及刘诗诗的事业选择和形象变化。首先，吴奇隆的家庭背景是一个典型的大家庭，他出生于1970年，是家里的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他从小就很有音乐天赋，不到20岁就加入了小虎队，成为了当时最红的偶像明星之一。但是他并没有享受到明星的荣耀和财富，因为他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务，需要他用自己的收入来还清，所以他拼命的工作，接了很多戏和广告，甚至还牺牲了自己的感情。他曾经谈过几次恋爱，但都因为对方家庭和经纪人的反对而分手，直到2006年他才和马雅舒结婚，但这段婚姻也因为两人聚少离多而以离婚告终。可以说吴奇隆从小就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家庭温暖和爱情甜蜜，他一直扮演着一个顶梁柱的角色，要养活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即使他已经成名成家，他也没有改变这种模式。据媒体报道，他在台湾拥有4套豪宅，但只有1套是属于他和刘诗诗的，另外3套则分别给了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他还要负担兄弟孩子的学费等费用。这样的家庭生活方式在普通人看来可能很难接受，但在吴奇隆看来却是理所当然。其次，吴奇隆的教育观念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他虽然是一个成功的演员和商人，但他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只上过高中，而且还是在出道后才补完的。他对于教育的看法可能比较传统和保守，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成长，不需要经历太多的挫折和困难，所以他坚持让孩子留在台湾上学，而不是到大陆去接受更多元和开放的教育。他也不想让孩子过早的接触娱乐圈，只是希望他能够有个正常的童年。可以说吴奇隆对自己的孩子是非常爱护和宠溺的，他减少了拍戏的工作，专心陪伴孩子，他亲自接送上学，他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和孩子的亲密照片，展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和有爱心的父亲。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可能并不适合刘诗诗。刘诗诗是一个典型的独立女性，她出生于1987年，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就有着舞蹈天赋，曾经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芭蕾舞，但因为身体原因，她不得不放弃舞蹈梦想，转而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习。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片天地。她曾经主演过《仙剑奇侠传三》《步步惊心》等热门剧集，成为了85后花旦中最有气质和实力的一位。她也曾经被称为淡妆女神，因为她不需要浓妆艳抹就能展现出自然美和高贵气质。可以说刘诗诗是个有着自己梦想和追求的女性，她对于自己的事业和形象都有着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她希望自己能够在演艺圈有所作为，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年轻和美丽。他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的一套理念，他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更多元化和开放式的教育，应该学会面对挫折和困难，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所以他想让孩子到大陆上学，也想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娱乐圈，看看自己是否有兴趣从事这个行业。由此可见，刘诗诗和吴奇隆在家庭背景和教育观念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了两人在婚姻中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冲突。据媒体报道，两人已经冷战3年，主要是因为孩子上学问题。刘诗诗想让孩子到大陆上学，但吴奇隆却不愿意，
坚持让孩子留在台湾。两人为了这个问题争执不休，甚至影响了他们的感情和生活。而且吴奇隆还不愿意搬到大陆和刘诗诗一起生活，而是让刘诗诗一个人在大陆忙于工作，自己则在台湾享受悠闲的生活。这样的安排让刘诗诗感到很委屈和无助。除了家庭和教育问题，刘诗诗和吴奇隆在事业选择和形象变化上也有着很大的差距。当初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两人的事业都处于高峰期，两人的组合被誉为古装 CP， 拥有很多粉丝和关注度。但是在结婚后，两人的事业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走向。吴奇隆虽然减少了拍戏的数量，但他却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还涉足了音乐领域，重新组合了小虎队，举办了多场演唱会，重温了青春岁月。可以说吴奇隆在事业上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他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所建树和收获。而刘诗诗在结婚后却没有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事业势头，他曾经因为吴奇隆给他的天价彩礼而从原经纪公司转到了吴奇隆的稻草熊公司，但这个决定让他失去了很多优质的资源和机会。他和吴奇隆合作拍摄的多部电视剧和电影，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被观众和媒体批评为烂片。他的演技也被质疑为僵硬和无表情。他曾经因为怀孕生子而暂别荧幕两年，复出后也没有能够找回自己的状态和风采。尽管他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和活动，但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和反响。可以说刘诗诗在事业上是一个衰落型的女星，她没有能够在演艺圈有所突破和创新，反而被同龄的其他女星所超越和取代。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和形象也没有了很高的要求和标准，而是随波逐流，失去了自己的风格和优势。由此可见，刘诗诗和吴奇隆在事业选择和形象变化上也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可能导致了两人在婚姻中产生了很多不满和遗憾。刘诗诗可能觉得自己为了吴奇隆牺牲了太多，而吴奇隆可能觉得刘诗诗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帮助和支持。刘诗诗和吴奇隆的婚姻存在很多问题和分歧，这些问题和分歧可能源于吴奇隆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观念，以及刘诗诗的事业选择和形象变化。这些问题和分歧让人看不到他们婚姻中的幸福，反而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相爱，是否真的合适。当初刘诗诗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吴奇隆，为了他放弃了很多东西。看完他们发生的种种，我只想说，吴奇隆八年婚姻算计暴露太自私，刘诗诗嫁给爱情成了笑话。但是现在他是否后悔了呢？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答案。